窗帘布，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说很贵耶，我就想说是多贵，他说你自己去挑的。我们在泰国买的。可是这一层你要怎么整理啊？我说那一层塑胶。嗯，所以他其实很高档的那个，可能要喷蚊结吧。也，你看就是那个概念，所以他穿到哪里？高腰裙。那这不会受伤吗？不，它是上面是布，它外面有一层。所以它也是一个那种就是不同那个，但是它不透气耶。我懂啊，但是我是说他那个这这么大声是不是？我们是故意的。啊，这个上班不会吵他们。你不用管他、啊，办公室就是录音间啊，这就是三星网直播的那个重点，所以他们本来还期待你在这边鬼叫两声。不要这样子，你都可以随性就好。你可以狮子吼啊，反正你狮子座的。不能，会闭塞吗？哦，明白明白，现在也是个老板娘。
Hello，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安安大明星。安安大明星，白天见鬼了，我们今天请到鬼来，鬼鬼。吴映洁，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安安大明星，謝謝。然后因为今天是宣传期，所以今天是来宣传的。当然当然，今天就是来宣传。任何时刻这边就是希望可以把很多那个大家用心做的作品，然后透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是一个网络节目、然后现在是我们的录影的过程。对，现在是直播。对，我们在录影，把录影直播出去，所以那个等到这个时间结束之后呢，它就会成为一个节目在网络上。所以中午没有办法参与直播的人，对，可以之后再看。对对对。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我刚刚跟。要叫你吴映洁还是叫你鬼？我都可以。好，真的，那我叫你吴映洁。好，我觉得你可以叫我映洁啊。哦，叫你映洁是哎，映洁啊！天哪，小洁这样子吗？就是一个很装熟的概念。没有，我总觉得说闯荡江湖嘛，人还是要把本名亮出来那种感觉，对不对？那鬼鬼是一个你从出道以来就大家熟悉的一个小名，可是吴映洁这个名字其实还蛮大气的，对，对不对？然后也是一个爸爸妈妈送你的礼物啊。是的，那我觉得。你现在也是俨然就是一个女企业家的身份。对，我现在是一个，我觉得讲女企业家太隆重，我觉得可以太隆重吗？可以讲说我是个小当家。我有，他刚才跟我讲，我说我是个小当家，当自己的家。哦，好好好，那你来这里当自己的家，但是那个，但因为现在我们在办公室直播，对啊，然后呢，现在那个麦克风有回响，然后大家都很认真在打电脑。他们我觉得有点害羞，你不用害羞啊，因为中午这个12:30的时间，其实也是他们放饭的时候。是吗？他们都坐在上面很认真的。总要有人轮班啊，这里边这边是那个。哎，有人在看我们的直播。对啊，我看到了。是不是？就是你回头的那位。因为他不好意思在这里跟你坐太近，你懂那个。那应该电脑门大家都要打开啊，充人数啊。有啊有啊有啊。哎，我只看到一台而已。哦，真的吗？对。好，那我们等一下叫大家去把所有每一台都打开。真的。然后今天吴映洁来，这边是三立新闻网，然后这边是三立新闻网加 Vito。所以他们其实都是靠电脑在上班跟吃饭的。那如果网页上没有看到我们直播网面，就太不敬业了。对啊，直接扣薪水啊！这边应该可以就马上冲破100人。有，不止100，这边这个整个全打开应该有200个。哦，快开快开！那老板娘，我问你，如果大家没有听指挥的话，你就应该扣多少钱？不会因为这样就扣钱。不要再装了，你还是要有一些手段才能最底下。他们也不是真的我的员工，所以他们要不要开其实我也无所谓。不是因为这里的员工太佛心。我觉得他们不开，应该是你要扣他们的钱，不是我要扣。我跟你讲，其实不瞒你说，因为这个节目上面挂的是安安大明星，又不是鬼鬼大明星。好好好，那不然就是我们就决定。如果你们不开的话，那我们就扣薪水了。安哥就要扣你们的钱。哦，真的真的，你看你马上会因为真正那个可以扣他们钱的那个仙女坐在那边，对，那他在管。仙女当然没开，扣他们钱。对，你看，真的是很棒，我喜欢你这样子给我们那个伸张正义的概念。但扣也没扣多少，就扣1块，也是一个心意啊。就到之后说，对，没有啦，希望他们都可以大家一起来支持。好的，好，映洁啊，自己这个砸大钱就是冲事业，然后那支 MV 其实受到很多人的讨论。先介绍一下啦，这是一支单曲。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叫做。是一个单曲，单曲然后单曲名字叫做《那就是在讲说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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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就是你敲敲门 ，Who's there？ 然后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的话，那你就那。哦，那其实有点，哎，说用。如果你们怕就是念得太快，可能不清，你就只要那就可以。那也可以，不然就在那边自己想敲敲敲。对啊，但是因为这首歌不是就只有叫做那那么简单，对我来说，这个是有一个恋爱有三敲的一个。恋爱有三敲吗？对，恋爱有三敲。第一敲是敲哪里？恋爱的礼貌。敲恋爱的礼貌。对，第二敲呢就是恋爱的空间。敲恋爱的空间。对，第三敲呢就是恋爱的自由。自由。它分别都是有很特别的含义。哎呦。对，首先呢，恋爱的礼貌是安哥，你谈过恋爱吧？是，然后呢？那。你有脚踏两条船过吗？这也是一种礼貌，就是不行，这是一个不好的礼貌。哦、我觉得这对于恋爱是一种尊重哦。好，所以如果你想要脚踏两条船，请你想清楚你要前者还是后者，尽量不要去脚踏两条船、哦，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很多都是有脚踏两条船的例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只是呼吁大家。但是因为如果你们真的要这么做，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觉得这是我的恋爱观。但你是本人是一个师父的概念来做一个劝世文，就是说请大家。恋爱第一桥，因为我觉得我是不太希望我脚踏两条船，因为我觉得会有报应。我有感受到你现在脸上告诉人家说，对，哎，我真想要讲这句话，说你有把那个我没有真的这样过，但是我觉得真的会有现世报。我同意你的说法。对，所以比如说你今天天哪，是一个充满正气的鬼哎，我是哎，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正义感十足的人。真的，难道鬼界应该马上就可以超生了？超不超生这件事情我没办法，我可能要喝孟婆汤。我觉得我们已经岔题了。恋爱的礼貌就是你对对方是要有礼，
去找别人的话。有家庭这太扯了啦。对，就是不能有小三。哦，好。虽然电视剧是这么演，但是现实生活尽量不要，因为其实如果、欸、你演过的戏有小三情节的吗？我没有演过小三，我没有演过小三。不是你演小三，就是你演的戏里面的有小三的吗？可是有小三的戏都很慢耶、欸。犀利人妻啊，大家喜欢就是比较婆妈剧，但是我没有演过，我也没有当过。然后第二桥就恋爱的空间，空间，那恋爱的空间就代表说，就是不是空，不是年龄距多大，是那个你给对方要一个，就大概要多大几个人的距离、啊？不是那种空间，也不是那种空间，是那空间是比如说你不要为了对方而去变成你不是原本的自己。哎、欸，可是这件事啊，哦，你这样讲啊，我本人就有点想法了。你会变成对方想要的樣子，也不是变成对方，你要不要变啊，是你的决定。是，但是我觉得你谈恋爱的过程中，不能忘记要做自己。有啊有啊，因为每个人本来就是不同的个体。不会不会不会，变了以后你还是你自己，所以你不要那么纠结。嗯，虽然是无影节，但是不要纠结。但因为这个理念，我必须得讲。但是你们想要怎么做，我是无所谓。当然，当然，当然，这也是一种理念，就是你有没有变，其实是你自己也不一定有察觉。因为我只是想要就是呼吁，就大家就是谈恋爱是谈恋爱，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恋爱忘记自己这件事情。因为比如说你可能明明很忙，那你为了他还要去送饭送菜，然后忘记你本职，你还在工作，你还在忙。但他也许就是是一种心意啦，不会是常态。应该是说被送饭跟送菜那个人，不要期待他每天来送饭跟送菜，这样那个人就不会这样了。对，这是互相的问题。男生女生都不能太任性。天哪，我们现在在谈的是一个恋爱教室。然后第三敲就是恋爱的自由，我觉得不分男女，也不分种族，你想跟黑的白的在一起，男女在一起，我都觉得都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我真的觉得这句话就是很正确。就是、对，我觉得恋爱，我觉得只要就是爱神来敲门的概念、嗯，来了就来了。只要爱，我觉得爱是无限伟大的。所以就是你也就是不，就是有各方好手，只要跟吴映洁，我只要跟这个人有感觉，我觉得他是男的，是女的，我都可以。OK， 对，真的真的也是，这个是你歌曲里面就是我觉得这是精神，对，大家对爱情都有憧憬，但是我觉得憧憬归憧憬，我还是要给大家一个。一个所谓的规矩，比如说第一敲、第二敲、第三敲。比如说你有另外一半，你就不要来敲我的门了，拜托、哦。了解了解，要有一点建，你是建议大家啦，或是你快点来敲我的门。刚刚那个是那个吴映洁的爱情观，然后希望分享给大家。没有，我是想要变成大家的爱情观，就恋爱有三敲。不行，你不要改变别人，就是我就是要改变别人。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这样对刚刚我就是个霸道的人。那你刚刚第二敲还跟人家讲说不可以这样子。不用改变，那个是恋爱，但是我就是、我是一个本身，教主他现在是教主，我本身是一个霸道人。我懂，大家要遵守恋爱的这三条。其实他一点都不大，一点都不霸道，他是为了你好，他是一个劝世的佛心。你不霸道，你是好人。算了，真的啦，你只是想说借由一些自己这样的理念去影响一些没有主见的人。我觉得是正义感啦。哦，是正义感。对对对对对，你毕竟是充满正气的一个鬼。是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就是。找鬼来抓鬼这件事情是最好的。嗯，我这样不知道怎么回应呢。没关系啊，总是要有你回应不下去的时候，不然我怎么。好，那我现在就不讲话了。好，好，休息。好了，没有，这次那个你这张那个单曲的这一支 MV 受到很多的讨论，原因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说你花了很多的心思跟金钱。嗯，这个单曲从头到尾个人决心的展现。对，从头到尾都是。我的想法啊，我的意见、嗯，然后我想做这个，嗯、然后再由我的身边的工作人员帮我完成它，所以我算是主要这个歌的企划，不管是 MV 造型，就是我都是全程都是有参与的。你只有参与吗？你没有主导？对，我是主导加参与。对，我的意思说，其实说整个从擘画到完成，就是你一手包办。对，然后包括你的表演，钱也是我出的，我懂。然后那个、就是新闻上都这么告诉大家的，所以我刚才说她是一个成功女企业家，因为她真的投了很多的，但是就是一首歌啦，也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我觉得就是给自己，这是一个作品。我们今天还在讲说，我刚刚跟你那个经验，我们希望可以快速的把它冲到百万人次，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你没有要冲到百万，可能要买一些广告。不用不用不用，你今天就是我们发现那个心就好。你是一个有正气的人，何必担心这种事情呢？就是心里头这样想说，我希望我的心血结晶，我是用这么。有新的状态去跟你分享、嗯、你们来看看嘛，好，先叫他们来看看，对不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在 MV 里面有很多的美感，或是说很多的意念想法都是来自于你自己心里头、嗯、包括那些装扮啊，甚至是那些造型、嗯嗯嗯、可是跟你现在今天的人的状态其实也都不太一样。你是一个百变的女生。对，安娜私下穿什么？
私下裸体啊，骗你的啦。哎、欸，有啦，没有啦，我是要洗澡吧？对啊，私底下是不会穿的这么隆重啦，就是还是比较轻松，然后但是还是要强调要有型，对。嗯，然后你今天头发应该也是弄了很久，对，蛮久的，编了很久。真的，造型师也是真的是你好朋友，才七早八早愿意帮你做这种造型。今天就让他随意的弄啊。那弄了大概多久？今天弄了他很快啦，绑了一下下。三个小时？没那么久，没那么久。真的吗？对，一个小时吧，还有化妆。所以你都不会自己打理这些事？打理什么事？妆发、啊。不是因为宣传其实必须要那个稍微隆重一点，但平常就是自己来。真的，对，我今天刚刚跟那个吴英姐在讲说，哇，你这身衣服，然后你的那个助理就跟我说，哦，那个吼，我跟你讲，他自己一个人，然后跟造型师，我们那时候不要让他跟，然后他硬要去，为什么硬要去？哎，是有这样子讲吗？没有吧？你不能这样子挑拨离间，今天从头到尾他都不想，他就直接说我是，对对对，我跟你讲，这东西我跟你讲，我这个人最不喜欢挑拨离间，他从来不会说这种话。真的，他是说他本来不需要你去那么辛苦啦，然后后来你去自己去选了这些东西回来，我是说那是你的用心，这里面没有挑拨，真是要展现一下你的。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他说你们这不是要跟着造型师到那个泰国去，是我说要跟着去的。哦，对啊，他就说他本来希望你不要那么累，然后他说你要去，他不会在意我累不累，因为这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哦，而且是我跟他说，就是把时间留下来。真的，对，这事情的实质就是我本身个人很喜欢逛街，就是非逛不可，所以我就带着我的造型师去了泰国。是，对，我对于我觉得如果其他艺人想要找我做造型，我也可以兼职，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逛街这件事情。逛街，所以你从以前到现在，应该是从自己开始打理自己开始，这件事让你也是觉得很有趣跟还蛮有成就感的咯。对，但是通常只要我有时间，我如果要工作或活动，我是会自己去找衣服，除非我真的没有时间，我就会你有自己的品味跟自己的坚持，就是如果时间足够，我是会让我自己去逛街的。嗯，就是我会去看看说，哦，现在流行什么啊？是，那什么东西适合我，什么东西不适合我？对。那 MV 里面那些造型也都是你一手包办的，對，然后很多，所以都是他都已经在你家了。那些衣服不是借来的，不是借来的，哦，你真的是大手笔，我花了很多钱买回来的。我真的，我相信，因为那个造型总共八套，应该花了我有30多万吧。然后拍那个 MV， 拍那 MV 花了我300万，三百万。对，我可以冒昧请教一下，就是身为一个成功女企业家，您也不过才28岁而已。嗯，你的第一个100万几岁存到的，啊？人家都很喜欢问第一桶金啊，就往就那种初入社会的人，你真的是应该要成为一些年轻人的标杆。欸，我没有记过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但是你是一个，就反正钱一直存一直存，然后存到要用的那一天。就是拿出来投资你自己，嗯，是这样说吗？可以这样说吗？因为我不太喜欢，我觉得钱放在那边又不会钱滚钱，所以我觉得花一点钱，不是花一点钱，花个大钱为自己在这个圈子做出一些作品。我觉得这个作品是，比如说这个 MV 是可以永保一直在这个上面的。了解了解了解。我还可以给我的小孩看，还可以给我未来的老公看。嗯，就是这是一个人生可以流芳百世的那种概念。对。所以你觉得值得这样做？是的，对对对。然后当你这也是钱滚钱啊，你就是拿这个东西出来滚另外一个更强大的人生的前景。对，真的很厉害。对，所以年轻人也要有一些这样的精神。你为什么攒钱这件事情在你身上，就是从你入行开始就这样子做了吗？没有，没有。我出道的前面3年是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月光。对。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念书嘛，然后不是刚念书，就是还在念书的过程中，那我们就在黑社会了，所以，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比较，就会突然觉得这个年纪，然后可以拿到这些样的收入，是觉得天哪，有钱就是要花。那当我后来我买了我第一个房子之后，我就发现不能这么做，因为后来还要养，我还要比如说爸爸妈妈生活费。然后我还有一些要持家的心情，对。然后比如说我还有工作室的员工要照顾，对。所以后来就是变成就是会有一个钱，就是会每年会存钱。嗯。然后虽然很爱买东西，但是买东西的之余还是会有一些保留，就是比如说贷款的钱啊，或是购物的钱，或是员工的钱。
然后可能会有些，就是我会分配好这个钱的。所以理财这件事情是根深蒂固在你心里头的，不是是因为买了房子，买了房子又开始，我不可能让我房子被查封吧？当然当然，我对，这很尴尬。不会不会，但二十来，哦，那你房子买得很早了，21岁，嗯，是有人那时候房市，哎。那时候的房地产是刚刚好，不会太贵，不会太便宜，还没真的要起涨那时候，哇，买个大房子嗎。我那时候买了一个小的，10坪而已。哦，是一个小，但是就是一个 KK 厝，那是一个是一个吴映洁就是致富的来源。有啦，你没有致富怎么可以投资这么多？但是贷款还没付完啊。没关系啊，你就慢慢的来嘛。你现在才28，你应该能担心什么？21岁买房又不是41岁买房。好了，也是啊。是啊，搞不好你哪天就是整笔来就拿去还了。银行说啊，吴小姐，嗯、我会慢慢来啦，就是钱就留着自己可以那个好好的那个备用。哎、欸，我们讲这个大家挺有兴趣的耶，大家觉得说你真的是一个非常那个很棒的人。等你老公，等你儿子，哎、欸，好多人一直在给你留言，你再刷一下。大家是没有什么叫你啦，但是大家这个吴映洁来到那个，欢迎大家上我们这个直播的页面上，可以跟大家提问，然后可以这个好好这个留言一下。然后这支单曲是数位的发行，所以在很多的平台可以去下载，对不对？对。老板娘现在一心不能二用，老板娘在看大家的留言。我要再说一下，那20号在 Apple Music 就可以下载铃声了。哦。对，大家有在催这件事情，就是20号就是 Apple Music 上面可以下载，就是这首娜娜娜的铃声。铃声。是的。所以欢迎大家20号的时候，大家可以那个好好的去这个可以下载的平台，那个认真的这个，好的，关注一下进度。好的。赞美多过于提问啦，认真说。他们也没什么在问呢、欸，都没有啊，就在鬼好什么鬼好漂亮、啊、鬼好棒，这段最棒，就是这就是那个啊，表示这些人就是一直以来就对你的肯定，也都是铁粉来着。你跟粉丝之间的互动，应该也是长时间以来。我对粉丝很凶。为何要很凶？我不想让他们对他们太好，因为他们会爬到我头上。对，所以我对我的粉丝是非常严格的。你的严格的层面是指在哪些面向上？比如说不要跟，比如说他们要我签签名照，但你明明就来2个人，你要我签10张、嗯，我就不愿意。我就说你们就只有来2个人，为什么我要签10张、嗯？那其他人是不是这样对你们很不公平？你们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来到机场，可能来接我，那你要我签10张、嗯，那别人就可以轻轻松松得到这个照片，我就觉得不行。就是你来几个人，我就是签几个人给你。但是那要签我就会全签哦，但是我不会只签一个。但向前来跟你就是类似像说有一些要求，如果你今天真的愿意做，就是会把那一群来的人全部都服务完。对，我都有服务完。比如说像我没化妆，我就是不拍照在路上、哦。这很好啊，我觉得这他也要尊重你啦。因为我都会明确的讲说，只要你在路上抓到我是有妆的状态、嗯、我一定跟你拍照。哦。但是如果今天我是没有妆的状态，我会觉得因为我没有妆，我觉得。不会是那么好看的样子，明白明白，因为大家其实看到我的样子，就是、对，因为大家看到我都是有妆的嘛。是。那我会觉得，那你拍到一个没有妆的我，我会觉得，哎、欸，对你有点不好意思。尤其又是个女生，也不是说是一个男艺人，对，可能平常当然是希望留下漂漂亮亮的照片。一定要啊，当然要，当然要，怎么可以突然间哪天人家说捕捉吴映洁，然后突然间拿了一个什么素颜，能干嘛、欸？有人说以前我在横店给他签了10张，我只能说只是你运气好。我觉得是不需要这样子。那可能以前我忘了。哦，好，认真的这个。横店签10张，你运气好，恭喜这个运气好的朋友。他们说要问戏剧，之前很久以前说的有一个戏剧，他没有选到我，哦、对我跟他们报告一下。哦、好好，你报告。但最近在等别的戏，在等他们给我们通知。对、哦，所以请大家敬请期待，就是有或没有，我还是会跟大家说。是，那之前很期待的就是没选到我，对，嗯哼，嗯，很好。他们这表示他们对你的那个行程上也都很关注。对呀、啊，他们就是会一直问我，就是。那你都、就是、那你通常会在哪个地方？就是像今天有这个直播有机会，他们来留言，然后同样的问题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提出来了。那如果其他人都会在你的粉丝专页上，你就会每个都会。我会看状况，偶尔会回复他们一下。因为你现在毕竟真的很忙碌，你还要不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到那么忙啊，但是还是有空间照顾那么不是不是，我觉得那个忙真的人生真的不会到这么忙，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空档，比如说车上路程我可以回复他们。睡觉前总是有个15分钟吧，嗯、我就会看看他们就在讲些什么呀，然后比如说他们有什么反应，嗯，然后可能因为我的粉丝其实某些层面很像我妈，他们管的很多，他嗯，我懂你的意思，对，就他们会东管西管，那你也觉得人生也不必有那么多个妈，
就管那么多，只是他们管他们，我也几乎是不太理。我知道你怎么敢理他啦？我就不是，因为我就哦，我只会可能就是哦，可能跟我经纪人说一下，然后就这样。啊，这位太太，你戒指戴很多个？对啊，土豪。哪一个是你最尬意的？哎、欸，还有这是一组的。所以现在戒指就流行戴整排。我比较，我们比较那个啦，嗯、比较老派。对，它这是一组的，它其实原本还有一个小的，但因为小的会掉，所以哦，你小指头那个在哪买的啊？这是在泰国买的。所以你这次整个造型就是自己很认真的在那个泰国的那个、啊、泰国其实也是一个泰国很多设计师的设计师品牌，然后很多有创意的那个。啊，这一整排的那个戒指，你有特别为什么要特别选它？这是一个 bling bling 的概念而已吗？还是你有特别喜欢什么材质啊？还是我只戴银色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戴金色，我觉得我戴金色很俗啦。哦，不会啦。我觉得，因为我不太戴金色的物体，所以你的身上就是不会看到金色。这是一个狮子座的坚持。嗯。而且我金的跟银的不会配在一起啊，你就不会戴金色啦。对 对啊，所以你身上就永远只有银色的东西。几岁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从入行吗？就开始有打扮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想法。但是我金子比较值钱啊，可以保值哎。我可以不要，我可以保值，我可以不要戴在身上。哦，但你有把它，但我小时候从小到大有一个玉佩是金色的，但后来自从出道发现戴金色不适合我之后，我就再也没戴了。哦，是哦。对啊，那个玉佩就被你供在家里面，就放在家里留着啊，增值。也对也对，对啊，就他也没有，他只是说你要出来表演不适合，也未必就是你真的也不喜欢啦。对啊，对不对？那感觉上来说，从今天的聊天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也相当的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路线，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对，真的。然后我觉得这也表示你真的是一个很愿意分享跟很能够谈的一个女艺人，就你年纪其实真的不大哎，但是你其实看起来，我刚刚就在讲说哇，我觉得那个吴英姐啊，应该也是有肚子里面很多内涵是可以跟大家。嗯，我的内涵不来自于读书，我的内涵来，对，我觉得是我人生的经验。然后，对于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想法，但是我觉得光我一个人想是没有用的。但是我觉得在访问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讲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我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嗯、可能我书读的不多。但是我觉得人生的经验对每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嗯，你越来越有一种那种巨星的样子。嗯，没关系啊，这个就是顺其自然吧。没有没有，就对啊，那就是一个自然散发的。反正就是我刚刚还在聊说，对今天这一场那个直播来说，对我来说就是很特别。就是这个人啊，其实好像就是你知道他很久，但其实我们是第一次的见面。那我也在想说，哎，那我们要怎么聊？而且就只有一支单曲。就是、但是单曲其实那时候其实也很担心说单曲就是可能只有一首歌不好聊，但是我觉得就算它是一首单曲，我也是想要尽力的把它宣传好。当然要，当然要，一定要的。对，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觉得他单曲就是发了，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单曲的背后的含义可能比一首歌的力量还要大。你最在意的，在这一次希望最被大家知道这支单曲的，如果只讲一件事啦，就是比方说 MV 啊或干嘛，或是你那个去选择它过程当中那个间，最想跟让大家知道的是哪个细节？不要到细节，就是哪个点上面。我想让你都参与了，所以一定最有感的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细节，我想让大家知道是，其实，在台湾我们也是有很厉害的，不管是导演还是、编舞的老师。就是其实台湾的很多东西还是很厉害的，你希望也是结合，就是可以借由你的力量让他们的实力也被人家看见。对，因为世界太，因为世界太大，是，就是可能大家现在不一定看得到可能我们发了什么歌，嗯，但是我听说我的那个 MV 好像在 YouTube 上面的点阅有来自一些国外的。有有有有，其实当下我听到我觉得还蛮凯，他什么乌克兰哦？是乌克兰吗？乌克兰吗？就是之类的，很多的，就是来自很多特别，就是想要让比如说可能就是其他地方的人看看，就是我们做了这个作品。你刚刚特别讲的导演呢、欸？这是一个你怎么样去选到的导演？哦、导演怎么他跟他合作的、啊？这个导演呢也。他非常，因为他其实都是他这个导演，他原本不是拍这种 MV 的导演，哦、是他是比较拍那种就是抢劫啊，比较是比较黑有剧情，对，暗黑的暗黑戏、嗯。但这次可能其实找他，我也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充满了
互相在挑战的心态。怎么了？然后这个 MV 就是我们其实一直都，比如说剪接讨论，是，然后景都是我们一个一个这样子沟通来的。哦。然后我很感谢这个，因为这个导演其实很在意说他，所以你那什么爬上去楼梯几阶，你都有想法吗？也不是，这个就是自然。但是比如说动画的东西，动画，像那个黄色全部都是假的，都是动画。哦，你说这个？这都是动画。然后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不是一个擅长拍一个少女的，但我又不想让这个 MV 很少女。这个 MV 很天后啊，没有到少女。对，所以我就是这是我的重点。他如果少女，应该会有很少女，就是前面那个棒棒糖而已吧，其他都不少女。但我觉得吃棒棒糖就是他可能想要塑造一种就是性感的感觉。但是这次就是我觉得这个导演我也很蛮感谢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系的导演，但他的名字要冠上粉红色，他这件事他跟我 confuse 很久。他说我这个名字冠上粉红色，我真的觉得，我说粉红色怎么了，惹到你了吗？天哪，你何必这样？然后所以他就把他的名字弄得特别的小。哦好。然后我经纪人说，我唯一觉得奇怪的是这个导演名字特别的小，因为他可能觉得他的名字，因为他叫谢甘甘。谢甘甘。对，然后他的名字会挂上粉红色，他就觉得他很。他会觉得他改给我这样子。对，但是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像这次图，这次其实这次 MV 的主轴就在讲说。我们有五个场景，是，然后每个场景里面呢都有一个装置艺术，比如说像这个是橘色的嘛，橘色的嘛，就是 GA 嘛，哦，就是我的英文名字，你的英文名字。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个图书馆，为什么会在图书馆？是因为这是一个女生的歌，我们把它塑造在一个学校有的场景，比如说还有这是美术教室啊，哦，这是现在这个是美术教室，美术，然后里面每个景都有一个雕像，橘色的嘛，就是有一个马，然后其他雕像都有一个大卫雕像，那个大卫雕像就其实是我的男主角。哦，oh ，对，这是一个，你看，其实细节都是很细的小东西。我要你来说啊，就是这样讲，大家才会。对，就是里面都有雕像，比如说黄色就有一个大卫，你看雕像，就是我在，就是等于是在跟我的男神男神，应该说跟你的男伴互动，在戏那个，就是他把人类换成了雕像，但这是有含义的这样。因为大家每次看这种剪接就是很利落啊，很明快，可是对大家这里面换了很多的造型，应该拍了非常久，光剪接这件事是很辛苦，应该也。拍了应该一天吧，对，你的一天应该是一个整天，一个整天，从早上到凌晨，我记得收工是凌晨三点。是因为反正景都搭好了，其实在隔我们还做了两个大棚，真的，对，我们有五个景，老板娘真的是很用心。但我会觉得要做，我就是把它做到极致。有啊，你毕竟这是你的哦，这粉红色吗？对，都是粉红色。然后比如说，可能字体设计啊，都是跟比如说认识，比如说你看 dance 的服装，谢甘甘，对，也都是跟他们讨论。谢甘甘是他本名吗？艺名，对，但不要念太重声。我懂，他是你算是熟识的朋友吗？他也是因为这次 MV 才接触的，才接触的，对。但你就是我们今天借由那个吴英杰的口中一直不断的讲到他的名字，他也应该会有更多人认识这个导演，因为字那么小，我是希望他会因为这个 MV 有更多人可以找他拍跳舞，搞不好也可以入围什么金曲奖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随性随性，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觉得是很像是我跟他的一个共同的作品，然后交出来，现在就是大家一起验收。对，然后因为这个场，现在已经有四十几万人，就是对，就是慢慢的累积。有啦有啦，迟早就是一下百万千万，就是慢慢的滚上去。没有千万就不可能，不要这样子，何必这样说呢？涉及自然涉及自然，这个我不敢。但是我觉得，至少我觉得在人生的这个过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里程碑，哎，这是你自己个人，真的是纯个人的投资，哎，就像你。买一支大力光，怎么知道会放到五千块？这应该就是一台名车了吧。新闻网现在有2000多人同时在线，真的，哦，真的是认真说的。他们其实吴英杰，但是我觉得不只有人气，今天应该是很多人可以借由这件，让你好好说。我们就是一个好好说的。对，就是我想要好好的说，就是这个 MV， 就是不管大家的观感或想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观感你讲太严肃了。没有，就是因为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想法，可有些人可能觉得跳舞还好，有些人可能觉得我唱歌还好，但是我觉得你们不管怎么样去分析这件事情，我觉得先看在用心的这件事情，对，就是用心这件事情，你们先不要去评论我的歌声或是舞步，你就让他评论，不要理他啦。没有，他可以评论，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不可以先看到，就是，先把它当成一支音乐电影来看一下。对，就是我很用心做这个事情，再来研究一下你们想要挑剔的细节。不管现在看这个直播的人支不支持我，我觉得请大家先帮我去点阅一下我的 YouTube。好，大家去那个 YouTube 上点阅，那边2000多，回去咱们点阅，一个人大家狂点两次，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就这样多10000。
五次就好了，对，是不是？是的，反正就是对啊，总会有一些你的铁粉嘛，每天在帮你刷，在帮把它顶上去啊，干嘛的？对，帮你做楼梯的。再像这次你们看到这个 MV 啊，像图书馆这个书也是动画，你看书会飞，所以就是在两个大棚里面完成了。所有对对对，但那装置艺术应该都是事先摆好的啦，都是另外后来都是后来对，但是拍完就丢掉了。我最贵的最贵最贵的景是那个美术馆，你都有一个房子，不能把它带回啊，不行，这个是最贵的，是在你家吗？这光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水晶像水晶的一个这个东西，就要300,000那个景。你的300万现在在跟我们讲说哪个东西买多少，哪个东西用多少？不是因为这个景是，因为那个景是我坚持要的。那个景其实原本是一个鸟笼，一个鸟笼。对。但因为我觉得鸟笼太 man 了。哦。然后我就去想要找一个我想要的东西，我就说我要像是这有点像冰柱，是，就是冰块水晶啊，对，水晶的感里面比较柔和，跟有点女性的，对，就是比较闪亮的感觉，然后又有一点女性的那种感觉。好。对。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讲这些事情，这已经不叫如数家珍，这都是你很一砖一木这样子，一砖一瓦，像盖房子一样搭起来的，对，就是每天很有感觉，对，漆水泥啊，你这样讲，我突然很有感，我懂，就是很像，因为我今天就在，你现在是从刚刚到现在最柔软的时刻，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很温暖，就是讲到自己的东西，然后很有特别自己的。可能想到某一段准备的过程里面的一些心情，我觉得不知道没关系，这不需要，就是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认真的告诉大家说这个 MV 的来由。我们好荣幸有让你认真的讲，而且我们刚好一边播放着，让你可以那个，对，所以我就可以去把它。那我的制作人也很认真，他今天说，吴英姐来，然后有这个等一下也很认真，这是一个游戏，对你现在突然玩游戏是不是？没有，这不就是玩游戏，这也是一个心灵分享。就是抽出来之后，打开吗？你就拿下来，后面有字。舞蹈，对，他可能想要叫你在舞蹈这件事情上。好，我讲一下舞蹈的部分好，也可以跟你这个 MV 跟新歌来结合。对，这个舞蹈的部分其实也是一个，是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是从我在黑社会开始年终评比啊，然后表演的老师陪伴我到现在，然后我一直有都跟他练舞。是。那因为，我觉得很想要让他，就是我也很想让他。就是受到大家的注意，是。然后我觉得，那我当初就请他帮我编了这支舞，对，因为，算是一个那个把那个旧的缘分，这是一种陪伴跟岁月的累积。我了解，你对他一定很有一些心，那他跟你应该亦师亦友那种。这样很多表演也都是他编排的，比如说像 HIDO 颁奖典礼，然后比如说像这次的，你就是信任他。其实我一旦只要我信任这个人，我就会很信任；但如果一旦我不信任，我就会突然不信任。突然了，就是我比较两极化，秒离开那种概念。对，就是我心里会有一个，就是我会有一个界限。我对于信任这件事情很在意，这样。所以也很感谢他这次跟就是 Nike 老师跟悠悠老师帮我编了这个舞蹈。哇，他们让你信任了12年。哦，真的是蛮久的，真的、啊、有没有，那表示真的就是你们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岁月啊。对，他一直在那边给我画，他因为你有下一个行程，他说请你帮我们写一下梦想版、我不能再翻了是不是？可以啊，你就一边翻一边写，我帮你翻了、啊、家人好家人、喔、家人这个我比较不常提，好，那就不用讲，好，来放着，好，帮你翻黑社会啊，那个这个我可以讲哦，好，你讲，如果没黑社会就没有我哦，好，讲完了，好好，美食当道啊、欸！他好开心哦，因为他做了很晚，他还跟我讲说，我今天我一边写一边弄好了。梦想是什么？不是要自拍吗？你不手机赶快拿，他剩下2分钟而已。哦，他没有要自拍。哦，好，好懂。没事，等一下再拍。哦，好，没事。现在老板娘现在不能一边讲话了，老板娘一心无法二用，因为他现在要专心跟大家分享梦想这件事。我们刚才讲说，你刚才在催我们啦，是真的一点半一定要走？对，后面我哦。啊，对对对，好，后面有行程，好，大家先写一下梦想版，然后一边讲，等一下再讲美食，我帮你试。制作人好开心，他说我终于有看到这个东西了，鬼鬼敲敲敲，那那那，对，今天这身衣服那个真的也是很特别，这已经就是俨然就是一个年轻老板娘的架势，完全在这边。你也是很坚持，就是笔画一定要清楚，跟有如画画一般的在那个。他很认真写，要紧了。但是他最后要签名跟押今天的日期。
天几号？十七号。好，那你就哎，我帮你先收这个，来呀、啊，那应杰啊，帮我们讲一下梦想的是挑战自己，面对自己跟接受自己。这是你这个十多年来的那个用这样的精神。刚刚突然临时赶快先想了。没有啊，这是你的心情分享，此刻当下的。对对对。也许明天有，明天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变化，不一定梦想就这样子。明天可能会是放纵自己。哦，对啊，那就是可能你真的觉得最近就啊，真的有点太束缚了。对，不会，但是我觉得。能有梦想，人生就是为了梦想而活嘛。不过你才28岁，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我觉得人生是为了梦想而活。当然，当然，当然。然后我真的觉得，从你的身上，大家感受到可能一些活泼啊、跳跃啊，然后可能好像真的觉得说，哎，你在这个，比较没有好像要遵循某一种规范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你心里是有一把很强大的尺在要求你自己要怎么去向前走的。然后这件事让你好像其实蛮成功的。可能就是照着心走吧。照心走很好啊，你的心是正的，照着它走就是正途，对，不能走歪。没有，你刚刚连那个爱情三原则都那么的有自己的很正途的想法，这个鬼不是普通的鬼，感觉真的是、不想让大家觉得我就只有嬉嬉闹闹了。你没有嬉闹，你没有嬉闹，嬉闹是你在那个舞台上的一种表情跟一种气氛。你其实是一个让我觉得很严肃的人，但那个严肃很好，是一种非常的。正视你在那个当下在做的每件事，你很尊重，哪怕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在录影公开的直播过程，你都在讲述那些内容的时候，都让其实是会打动我们的心的。我们可以真心感受到你讲他的时候的喜欢。我觉得可以这样静静的讲话，也是一种挑，对我来讲是一种挑战啦。不会啦，你其实经常这样，只是我们很有荣幸看到你这个面相，应该这样说。对，今天没有让你在这边唱唱跳跳，也没有在那边闹。闹哦，也有啦。你很活泼啊，一开始的时候你还是很热情的，帮我们制造一些很热闹的氛围。我可以感受得出来。有没有高低起伏？有，当然有。我们这个整个抑扬顿挫非常的清楚。好，今天很谢谢。再抽一个吧。再抽一个。转变、欸。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尾的话题。转变、就是。你现在是一个转变。对。从一个被操控的表演者到可以主导自己发展的，所以这个转变对我来说是好的。这是人生最期待的一件事。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那人生就会一直在转变啊。我觉得这是很好啊。我刚刚还在跟他聊说，搞不好哪天你的转变，你希望有智囊，你希望是智囊啊，就是有很多人一起帮你想事情。你现在有点亲力亲为，我还好。不会，你会的。等到我累的时候就会。不累，那不是你累了，那是你人生有新的想法。你知道吴映洁想到这里的时候，你想要更好，你会寻求智囊团。智囊，我觉得虽然你对智囊可能再过两年吧，不一定，搞不好就是明天或下个月。但要能接受我的霸道。不会的，你对于可以说服你的人，你没有霸道，你只会据理力争，希望激荡出最好的火花。真的，我需要被说服。对，你需要被说服，人都是需要被说服的。那个说服的点要能够打中你的心。是的，你不是普通的鬼，你是有正气的鬼，因为你叫吴映洁。鬼是黑的，你的名字是干净的，而且还可以映出人性、啊。你开什么玩笑？你要把它转回来说我这没有转回来，这是你人生特别的东西。我喜欢在你的名字上看。我不就是一只单纯的鬼？不单纯，我是鬼鬼。你是鬼鬼，你的名字有太阳。而且还在人家的心里的正中央。哪里有太阳？你的印是日加上一个阳。你是算命师是不是？我不是算命师，我是中文系的。我很喜欢在你的名字上找到你这个人。突然，这个节目的 ending 你变成了张维忠。我不是张维忠，我是一个喜欢在文字当中感受你这个人生特质。安维忠，很大强大的特质，而且你是如此的纯净，鬼这么的暗黑，你竟然用“洁”这个字在你的名字里面。所以我喜欢叫你吴映洁。哦，是这样子、哦。是这样，真心说，在最后终于回到了我主导的线上，告诉了吴映洁，她今天终于有哑口无言的时刻。对，有一点，有一点。希望我的为你名字送上的祝福得到你的喜欢。好的，谢谢你进来，谢谢你，谢谢，谢谢。吴映洁来了，没关系，摔坏他吧。你是老板娘，埋台新的来还我们就可以了。好好，因为我塑胶裙太滑，没事，就跟你讲吧，不要买塑胶的，下次料子再买好一点。好了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吴映洁，希望大家支持可以多多支持娜娜娜，安娜明星，希望你们支持吴映洁娜娜娜，然后去把强力的点阅，然后可以让她冲破百万，谢谢你，拜拜，拍手，谢谢大家。
的 Lonely Heart。 在我睡前全张贴图意味不明，熬夜猜不透是在装忙还是害羞，浪漫节日暗示有空你还不懂，等你再拍好一件